带着光来临。两颗心的初遇，哦哦哦耶，你带着光来临，你洒了忧郁汗滴，反复看见天空放晴，期待在延续咫尺距离，你心间的回忆，止不住想探寻，不是多等你，燃烧乍见的光晕，是不是冥冥注定，再没有人能比你，生命中悄然遍布你刻下的痕迹，终于有光芒穿透缝隙，朦胧的关系，谁最先留意珍贵的幸运，带着光来临，你洒了忧郁汗滴，反复看见天空放晴，期待在延续咫尺距离，你瞬间想探寻，不是多等你，穿上，免得受我欺负你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对你负责；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是怕你窒息才给你掀被子，你怎么兽性大发又扒我衣服？看到我很失望？我怎么回来的？宿管阿姨给你送回来的。你抱着宿管阿姨又亲又干还不放手，整个走廊都是你的叫声。哎呀，丢死人了！我抱了。嗯。我亲了，我还啃。对啊，别说袜子了，你回来的时候鞋都没了。可以啊，卢婉婉，你出息了，一堂课没表现好，还学会酗酒了。你喝醉酒什么表现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对宿管阿姨都咸猪手了。那和你一起喝酒的人岂不是更惨？你忘了上次喝醉酒在厕所的豪言壮语了？人出，我必须把他搞到手，我要追他。昨天好像是跟人出在一起，我不会真的对他做了什么吧？卢婉婉呢？谢谢你昨天把我送回来，我给您啊。没事儿。阿姨啊，您昨天把我从哪儿送回来的？教室呀。哎呀，你昨天赖在那儿抱着人家人出的衣服，死活不肯走，还把人衣服硬生生给扯坏了。要说这人出啊，还真是可怜，穿了一件背心，冻得瑟瑟发抖。哎呦，我看着真叫人心疼。哎呦，你轻点轻点，哎，轻点儿。上次酒醉扬言要追人出，这次就直接上手了。我还当着阿姨的面抢她衣服，我抢她衣服干嘛呀？难不成我真的……哎呀，不过这人出啊，也算有心，
爸一直都在叮嘱我，千万别往外说。麻烦阿姨了，下次给你送甜品。哎，没事儿的。还好还好，任初自己也不想提起，让这件事儿就这样过去吧。来实验室找我。果然，算账这件事儿只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根据已知条件，现在已经到了量变引起质变的阶段。卢婉婉现在最迫切的需求就是提高心理素质。如果我成为解题的最关键步骤，我在她心里就会变成充分必要条件，也就是从最重要的人变成最喜欢的人。有这么麻烦吗？卢婉婉一根筋，你可注意点尺度，别回头啊，整成师生恋了。小师妹，人初小师弟还没回来，要不你先进来坐坐吧。谢谢师兄。啊。昨晚睡得好吗？昨晚上你睡得好吗？什么意思？抱歉，希望你不要介意，我放错了酒，你喝多了。还好吗？我不介意，你不介意就好。卢老板，我的师兄们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一下。请教我？本科指导硕士，这不是以下犯上吗？买衣服，我没听错吧？就这个。我们学校下周开始办科研讨论赛，本来这么去也没什么，这不今年有小师弟了吗？师兄怕我们断层太严重，学妹你帮帮我们。我试试，扯坏了他的衣服也该买一件赔给他。我准备了一份 list， 我们的喜好要求、身高尺码都在上面。啦啦啦啦啦啦！哎，有学霸当室友真好啊，打饭都这么值。是不是讽刺我的那个小机器人？输入关键词，程序员，男，风格，然后关掉，再打开，首页就会推送合适的，你再挑选。这么神奇？大数据信息采集，猜你喜欢。他怎么知道我想买件衬衫？比男朋友和亲爹更懂我的人，居然是大数据。可是昨天的衬衫真是我撕碎的，还是他热了脱给我的呢？昨天晚上我喝多了是吧？是。那我干了什么？
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把衬衫脱了，让我拿着，对吧？我可没有主动给你。哦，哎，罗婉，你干嘛？我在吸收日月精华。冷，把袜子穿上。哎，你不懂。你要身体跟地面充分接触，才能更好的吸收日月精华。地上冷，我们先把袜子穿上好不好？乖。你这个人怎么影响我进步呢？好了。你怎么不脱呢？快，我们一起，快脱掉吧。罗婉，别闹别闹，罗婉别闹，罗婉。脱掉嘛，脱掉，罗婉，脱掉。我说了什么虎狼之词？我脑子瓦特了。别敲了，这样只会让本不富裕的大脑更加雪上加霜。别碰我，别碰我。谁知道我这个禽兽会干出什么事儿了？好，买衣服吧，速战速决。买多了，这个衬衫不用。是吗？哎呀，不小心合并付款了。哎呀，你看这尺码，正好是你的。哎，要不我送你，我买单，你穿上肯定好看。你觉得我穿好看？好看，不好看，7天无理由退款。谢谢你的礼物。等着收快递吧。好了，别人的事情办完了，该办正事了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果然是要秋后算账，跑不掉了。原来是来甜品店。你想吃甜品跟我说，我帮你做啊，就当我赔罪了。不是吃甜品。我那套设备太旧了，温度都不准。这个好。所以报名吧，主厨挑战赛。你忘了昨天在操场跟我说了什么？我又说什么了？你别提醒我，下次出门不带嘴了。你的问题不是技术不过硬，而是心理素质太差。医学，人命关天，不能轻易拿来试手。但烘焙可以，而且从长项入手，更容易建立自信。你根本就不懂，我会因为紧张搞砸比赛的。要是比赛搞砸了，我很可能会对烘焙产生心理阴影。放心，我会帮你。我昨天说了，要做你的私人辅导员，帮你通过考试，体面的离开临床系。而心理素质，就是你要迈出的第一步。我说这个了。嗯。还好。我一直想问，我们不是在操场吃冰淇淋吗？怎么突然跑到教室了？是你要去的教室。然后你开始脱袜子，
然后你。你别说了，我报名。报名表呢？晚一秒我都会后悔的。五六七，走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，注意手指，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四二三。啊！哎，心雨，没事吧？心雨，没事。王心雨，你怎么回事？这已经是你第三次失误了。你最近到底在干什么？排练厅根本就看不到你的人。对不起，老师。算了，没事就好。你们几个扶他到边上休息一下，你来跳领舞的位置。啊，好。好，来，我们准备。小心点。来，摆好脚的位置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你现在是新人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。三四五六七，好的，三，表情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，抬头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六，快点，三四五六七八，七二三。六七八，八二三四，注意脚下。虽然我昨天对他做了不太正经的事儿，但我是个正经人。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比赛，绝对没有其他的事情。天地可见。人初，我刚刚回烘焙社做了甜品，我真的不行，我做了个垃圾出来。比赛还没开始我就开始紧张了，这要是到了比赛我可怎么办啊？哎，报名表在你那儿吧，你还给我，咱们退赛行不行？真听不见，还是不想退赛啊。你刚刚跟我说什么？我转过来对着我说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这是我刚做的甜品，特别难吃。以前我觉得做甜品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，但现在我只要想到有比赛我反而做不好了。你求你让我退赛吧。还有，我让你做我私人辅导员这事儿是醉话，你别当真。你喝醉了，我没有，我当真了。这么难吃，怎么参加比赛？我一有压力就什么都做不好，越是怕出错，越是怕别人指责，我就越是会出错。这是个恶性循环，我逃不掉的。不算难吃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学游泳吗？因为你喜欢啊。小时候我一个人出去玩差点溺水了，
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很害怕水。那你怎么？后来我一想，总不能怕一辈子吧。于是我开始学游泳，克服困难，直到现在。所以你想，直男而上没有什么可难的。六，因为你不是一般人，所以你能克服。那好巧不巧，我就是一般人，给我脱赛吧。我已经帮你想到办法了。看看想喝什么。嗯。我要一杯芋泥波波奶茶，不要芋泥，不要奶茶，要波波波。你好，我要一杯珍珠奶茶三分糖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们这里没有珍珠奶茶，我们家只有普洱、乌龙这一类的茶。要不您尝试看看花茶吧，女孩子喝花茶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我开玩笑的，那一杯茉莉花茶，少糖，谢谢。稍等。心雨，你是不是不爱喝茶？我们在一起，我希望也是你喜欢的内容。没有，我很喜欢。我说的喜欢是你真正爱好的东西，不是一味追求我的喜好。我们俩在一起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你想多了，西白，我真的喜欢这里。你看这里又安静又有情调，主要是有你在嘛。您的茉莉花茶。请慢用。谢谢。对了，你天鹅湖排练怎么样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在排练这个的？我看了你们官网的汇报，他说你们近期会有天鹅湖的演出，我想去看。没什么好看的，就是普通演出。就是那个演出没有什么人会来看，就几十个舞蹈演员，你一个观众多尴尬啊。那我叫上任初和卢婉婉一起去，这样就不尴尬了。卢婉婉，穿上。头发不能散着。我自己可以。这里没有镜子。所以，我们到底要干嘛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来一个这个。好。还要这个。嗯。抖一抖。抖。抖。学着点。
就是学霸，打扮都学这么快。你打菜的天赋也不一般。我们到底来食堂干嘛？找人。找人？阿姨，给我多来几块肉。阿姨？肉，阿姨。没有十年的脑血栓，抖不出来这手法。同学想吃什么？排骨颜色过重，酱油放多了，失去排骨本身的鲜美，失败。还有这炸猪排焦黄色的，油温过高，还是失败。哈，还有这几个青菜，炒的简直是六亲不认，水放多了。失败中的失败，什么东西？这同学对食堂的饭菜怕是有什么误解吧？我们要找的人找到了。品蛋糕会，这三名同学都是在食堂里找到嘴最刁的人，让他们做你的志愿者，给你的甜品提意见。试一次，相信我。罗婉，如果你的甜品连嘴最刁的人都认可，那是参加比赛肯定没有问题。如果今天失败了，咱们再去退赛也来得及。后遗症。时间到。算出来了，平均分95分。满分是150吧？满分100分。满分100分，我得了95分。嗯，巧克力荣誉蛋糕扣了一点分，做出来时间太久了，有点凉了，其余都是满分。太棒了！哎，你知道吗？我自从上高中以来就没有拿过90分以上的成绩。人畜，你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我说过的，你一点也不差。自信一点。那天教室的事儿，我很抱歉，一直没能跟你正式的道歉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那天我也觉得很开心。很开心？这么直接，尺度这么大吗？什么尺度？反正我已经开始反思和更正自己了。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改变，也许你的想法也是对的。阿姨，
算危险发言了。总之，谢谢你那天带我去甜品店。哎，你的六位师兄对衣服还满意吗？你怎么穿个拖鞋？老大，你像收破烂的，这哪是网球王子同款，就是个网球啊。二师兄，你这身穿着也不嘻哈，就是一运动服。老五这个还行，精英总裁写字楼中介。其实穿什么不重要，现在的你们被外界的条条框框束缚住了，所以会觉得不自在。之前各位师兄在实验室里都特别的自信，不是因为穿了什么，而是因为让你们在这里立足的专业知识。之前的各位师兄已经足够帅气了。明天开始咱们还是做自己，谢谢小师妹指点。同意。嗯，早知道骑电动车了。前方发生交通事故，路都堵死了，本来想提早到让你好好准备一下的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有考虑到会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。那我们是不是要迟到了？带着光来临，真的是有惊无险啊！不过呢，我要再次友情地提醒一下大家，我们的材料供应有限，损坏无果。还好有你，你这是？规则上说可以带助理，我来帮你。白砂糖三十克，准备好就给。筛子，面粉，速度快。可可粉十克，准备开始混合。生命中悄然遍布你刻下的痕迹，终于透过梦窗有缝隙。朦胧的关系，谁最先留意珍贵的幸运，带着光来临。二十分钟，温度200，仿佛看见天空风景，期待在也许只是距离，一瞬间的回忆，止不住想探寻，故事多动听。我宣布本次的主厨挑战赛失败，获胜的仍然是我们的主厨。
萝卜丸。再给我20分钟，我肯定能做完。我的巧克力还没完全冷却呢。你已经赢了。这冰淇淋没酒味啊，你喝多了？你不觉得今天的你很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如果是以前，你会因为迟到而慌乱，但今天完全没有，反而动作迅敏，有条不紊。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心理强大的卢婉婉。我光顾着做蛋糕，没有注意别人说什么。全神贯注的你是听不到外界的声音的。你这么说，我是进步了。嗯。我真进步了。为了我的进步。嗯，好吃吧？嗯，好吃。我都说了，我在吃的上面有天赋。我刚刚就像你的护士，跟你一起配合完成了一个甜品，就像是做了一台手术。这有点像。我们又完成了一台假手术。哟。嗯。你忘了，上次你喝醉拉着我去教育楼说要做手术，还把我的白衬衫当成白大褂，非要脱下来穿在自己身上。原来我脱你衣服是为了做手术。不然呢？你为什么脱我的衣服啊？就是因为白大褂，肯定是白大褂。原来是这样，卢婉婉，你什么脑子？记住了开头结尾，中间这么重要，现在才想起来。嗯，我的脚呢？我的脚不见了。脚？你脚怎么了？它没了，没有脚了，我是个残废了。哦，你快帮我找一找。你脚还在啊？我的脚不见了，你快带我去手术室，现在应该还能接上。苏阿姨，麻烦您来一趟教室吧。罗婉婉她喝多了，女生宿舍我也进不去。嗯。好，谢谢。哎。你怎么抢人衣服呀？快快快，把衣服还给任初同学！快！我不，白大褂是我的信仰啊，谁也不能抢走。手术没完成之前，医生绝不离开手术室一步，半步。绝不。哎，哎呦！也不讨厌我呀。恢复的挺快的。啊！那那天见到我跑什么？啊！乔乔，不行，我呼吸不了，呼吸不了。我克服了。
我克服心理障碍了，我不紧张了，谁说什么我都不紧张了。手不抖了？不抖了，不抖了。任初学长帮你克服的？哇，这是什么神仙学长帮你克服了多年的帕金森？这大恩大德，文文，你可怎么还？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我都已经到寝室了，你有东西刚刚不给我。我到一楼了。任初，这烤箱怎么回事？比赛奖励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我比赛输了呀，甜品店怎么可能？我觉得你赢了比赛，所以就用奖学金给你买了，送给你。不行，太贵了，退了吧。是我强迫你参加比赛，也是我害你迟了到，我该对这件事负责，所以你不要有顾虑。如果梦见和一个男生亲密接触，那代表什么？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梦到了什么不可描述的画面了？没有不可描述，就是比较亲密。你不排斥和某个男生亲密接触，甚至想和他亲密接触的话，比如靠着他，亲近他，那就有问题了。什么问题？身体的感觉是骗不了人的，这是你最本能的反应。大脑会骗你，嘴巴会撒谎，但是肢体和感觉是不会的，人是跟着感觉走的。一旦你不排斥和某个男生接触，那八成你就喜欢上他了。任初，我喜欢你吗？